假装不经意出现在你面前，手中的热巧克力是给你的惊喜，对你着迷，但从没想过要得到你。这气氛，想念总在夜深，可我不敢承认自我矛盾，最后让别人有机可乘。呜呼啦啦，守护你的人有很多个，但我想守的只有你一个，我万一不听你规划和他未来的蓝图，后悔自己从没有真，一声不吭留下难过我心里吞。气氛，想念总在夜深，可我不敢承认自我矛盾，最后让别人有机可乘。我忽略了守护你的人有很多个，但我想守住的只有你一个，我万一不听你规划和他未来的蓝图，后悔自己从没有真，一声不吭留下难过我心里疼。错过的电影最好看，遗憾的人最难忘，可惜好的是